宇生，那个，我跟云生居住你对面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叫我跟云生。好。啊，那我能不能去你们房间参观一下？好啊，那先去云生那儿，你得回安排啊。行不行？行，走吧。那咱走。行，走吧。哎，啊，对了，宇生师哥，我这两个箱子里装的都是一些容易磕碰的。能不能先放你房间里一下？没问题，我帮你拿。哎呀，云生，放哪儿啊？嗯。哦。随便参观啊，是不是还挺干净整洁的？那肯定比你的房间干净。哎，云生师哥，你平时也喜欢玩这种玩具啊？素英送我的，很难的，玩了很久。这事儿我跟你说那个。啊。这是你做的笔记吗？对啊，上课记的。还和以前一样。这是玻璃屋。对，这就是那玻璃屋，私人定制的，苏萍专门给云生做的。啊。哎，还有这个床垫、枕头，都是人家苏萍安排的。哦。这枕头还是买一赠一呢，啊，不对啊，这个是买二赠一，他的是赠送的。哦，我是赠品。嗯，哎，那正好，我搬家太匆忙，也没准备枕头。云生师哥，这个能先借给我吗？你看什么借不借的，一个枕头还那么见外，拿走用去。谢谢云生师哥，那我放回去啦。那是苏英送我的，借花献佛，帮兄弟一把嘛。我来帮忙啦！你来了。哎，你们不是帮女白搬家吗？我休息一会儿。谢谢。来，山医生。哎，谢谢嫂子。怎么样，顺利吗？顺利。哎，苏英姐，你来了。哎，女白，收拾的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有云生师哥和伊森师哥帮忙，顺利多了。来，咖啡。谢谢。嗯，苏英姐，嗯，我听说你是设计师。正好呢，我对这个布置房间方面也没什么经验，能不能请你帮我去看看？当然可以啊，那走吧。嗯，哎，来帮我拿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房间里还有点乱。没关系，你刚搬过来嘛。嗯。哦，东西真不少呢。嗯，好多书啊。哎，你这件风琴也很好哎，
这边天气比较潮湿，所以我还是建议你选用一些实木的家具，防潮防霉性会好。然后再配一个除湿机，还有干燥剂放在衣柜里面。床上用品你有什么喜好吗？倒是没什么特别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你给云生哥他们还换了床垫呢。哦，对，因为之前听詹医生说他们睡眠不太好，所以就给秦医生还有他们配了一个床垫，还有枕头。我给你安排一套吧。那就谢谢你了。没事。哦，不过枕头不用了，我已经有一个了。以后啊，这方面的事还得多麻烦你呢。没关系，你随时找我。我们出去看看他们吧。哦，好啊。嗯，走吧。上台就去，我们来唱。你什么时候给我带啊？哎，云生哥，走啊！走啊！来了，走。怎么来这么早啊？今天？对啊。今天不是要准备新的田协会吗？我就过来先准备一下。哦，那我去打个材料。打好了。那我去拿下台的水杯。水杯已经放好了，我去给你们倒水。准备工作了啊！啊？他谜一样的男人。我知道咱们获奖之后有不少案子找上门来，所以咱们今天先开一个提案会，把一些不错的案子过一遍。嗯，谁先来？师姐，我先来。你看一下这个。我这次推荐的案子是一个别墅改造项目，它的业主是作家江东。我知道他，他是当下最火的悬疑推理作家。没错，我有好多同学都在追他的小说。嗯，推荐点呢？我们对于别墅改造项目得心应手，有一定的经验，如果我们来做，绝对能给业主一个满意的答卷。而且这套房子也算是名人私宅，自带宣传属性，如果我们能把它做好的话，我们苏的热度一定会再炒一波。师姐，我这有一个案子推荐，是一个图书馆改造项目。这个图书馆占地面积很大，他们的改造要求就是要有科技感、未来感。别墅虽然是名人私宅，但是咱们才刚刚拿下最佳建筑设计奖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接一些更有挑战性的项目？我先研究一下。师姐，我这儿还整理一些其他的方案，你有时间的话看一下。嗯。我挺好的呀，啊，那天他们都已经安慰过我了，你放心，我会自我调节的。你也别太丧了，慧轩这个人吧，他在感情里就是比较迟钝，你得慢慢来，急不得。他现在拒绝你了，并不代表你真的没机会了，而是他可能自己都没想明白呢，啊？嗯，我知道。其实吧，他还是很关心你的，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。他跟你说的？啊，你得给时间给他自己想清楚，你得让他意识到，他对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。那师姐，你给我出出主意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放一放。放一放。就是你可能现在给他的爱太满了，他一下有点接不住，知道吧？你又不是不了解杜慧炫这个人，他在感情里面他就是一个小白。你得这样，你看你之前就像洪水猛兽一样的夸夸夸对他一顿猛攻，你突然间停下来，哎，他可能还会有点受不了。他回过神来会开始想说，哎，怎么回事，你怎么突然间不找他了，知道吧？感情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呀？分寸，节奏，你只要把这两点拿捏了。明白了，那天姐夫他们也是这么说的。
他说什么了？他说师姐特别好。这样这样。那，你这两天要是需要休息的话，我让小陈小叶给你顶顶。没事儿，放心，师姐，我正事儿不会耽误的。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去吧。啊，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啊。好。我和米白约好了，说今天晚上请他吃个饭。好，你们先去，我妈妈直接过来找你们。好，别太晚啊。所有的情况都在这个资料里，希望有幸能够跟贵公司合作。魏导啊，你能加入我们节目，那绝对是锦上添花呀。可惜呀，我们的岗位也都满了，要不你去别家问问。好，那有机会再合作。他呀，就是个刺儿头，连自己的顶头上司都敢打。行业里谁不知道？有谁还敢用他？可不是嘛，可惜了，挺有才的。有才有什么用？慧娟，有观点有内容那是好事，但是没有炒作的自媒体就像没有包装纸的巧克力，放在太阳底下，很快就会化掉的。所以我建议你啊，在创业自媒体之前，还是先想好怎么拍广告吧。谢谢。哎，杰哥，啊，我最近弄了一个视频号，哎，你那个视频号怎么样啊？我弄得挺好呀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要不咱俩找个机会合作一下？对不起啊，我只做独家，不私下合作。拜拜啊。啊，好，拜拜。哎，陈总，我最近弄了一个视频号。啊，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专门说那个家居装修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对家居装修不感兴趣啊。啊，现在不需要推广了吗？是的，不推了。哦，好，那有机会再合作。不好意思啊。啊。杜慧轩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介绍一下啊，哎，这位是皮下的老板海哥，这位是米白，我们医院新来的医疗总监，国外学成归来的。海哥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他是全人类的好朋友。海哥好，初次见面，多多指教。哎，王海生啊，嗯，这么漂亮啊。难怪伊森没事老在我们面前念叨。但是你看手相吧，海哥看手相。给我看看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哎，你们来了。哎，这儿来来，你坐我这儿，你坐我这儿啊。正好今儿米白来了，我去加两个菜。好嘞，辛苦了，快点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哎哎，好嘞。爹，人到齐了，我提一个，欢迎米白学成归国。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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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家。主任，这有了米白和云生，你可就多了左膀右臂呀。可不是嘛，米白呀，这次给我们带来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，让我们医院呢上了一大台阶儿啊。主任，您过奖了。其实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把云生师哥当榜样，现在可以和云生师哥还有伊森师哥一起工作。我特别开心。对，主任，韩姐，你上学的时候，小白经常在我跟云生跟前转悠，
是吧，云生？就跟着你们后面小屁孩呗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来医院，还有好多不懂的，还要麻烦大家以后多帮我啊。先感谢大家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多多关照。好嘞，加油啊！嗯。你吃点这个虾，很新鲜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别给我剥了，我自己来。你们俩低调点，这么多人呢。我着吗？我愿意。你的事办好了吗？啊，小白，你上学的时候，我记得喜欢喝橘子味的汽水，是不是？我去给你拿一个。好啊，我和我姐姐最爱喝了。云生师哥，你还记得吗？嗯。我记得，我去拿。谢谢师哥。没事。真的是太像了。你说我和我姐姐吗？嗯，对啊。是啊，医院同事都这么说。橘子味汽水来了。嗯，谢谢。真快呀！以前云生师哥经常给我姐买。哎呦，这不仅长得像，这口味还一样呢，是吧，云生？是，我再提一杯吧。啊，再次祝贺米白学生归来，给我们医院增光添彩。啊，来来来，好吧，好啊，来来来，等等，为了海哥，村里来新人，我特意下俩菜啊。辛苦了，海哥！来来来，一起，一起，一起啊！来，干杯！欢迎，欢迎！辛苦了，海哥！干杯！干杯！欢迎！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嗯嗯，这个确实不错。来来来，雨生，喝一个。今天晚上吃饭是不是不开心了？还好啊。嗯，如果是饭菜的问题，我让海哥改进改进；那如果是其他问题，那我改进改进。李白和米苏长得一模一样，现在又天天在我身边，心里会不舒服啊。米白和米苏是双胞胎，长得像，我能理解。他是回来工作的，我也能理解。只是我觉得他跟你的边界感有点模糊，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。比如说。比如什么？就比如说今天晚上吃饭，大家聊到米白和米苏长得像的话题。你看你就能第一时间感觉到我不舒服，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有意要展开这个话题，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。就是还有，我问你，我送给你的枕头为什么会在他那？哎，这个事儿我可以好好给你解释一下啊。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，米白搬到宿舍之后呢，没有枕头用，是张怡森擅自做主把枕头给他的。而且我已经在网上下单了，你看，马上就到。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，毕竟那个枕头是我送给你的嘛。我知道。米白在我这儿呢，
从来都只是妹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持好距离的。是不是嫌我小气了？没有啊。肯定嫌我小气了。怎么会？反倒觉得很可爱呢。真没有。真没有。那烦你继续给我按摩。接下来按哪儿啊？按这儿。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了。好啊。怎样？都是我准备的。这么多，这都是什么呀？这都是些日用品。啊，这抽湿机，咱们不是海边吗？那个空气比较湿润，你把它打开，每天打开它就，哎，就把那个湿气就抽走了。嗯，比那个红豆薏米水好使。嗯，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香薰机。把它滴点精油在里面，然后它就有那个特别香香的空气喷出来，整个屋子就都香香的，像你一样香香的。一次是个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不，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扫地机器人，特别特别的好用。你出门的时候，你把它打开，然后呢放到地下，它自己它就蹲地了。李森师哥，你对苏莹姐了解的多吗？不太多，就跟她见过几次面。不过你别看她是个大设计师啊，平时没什么架子的。咱们医院上次搞慈善活动，都捐了不少东西呢，大家都特别喜欢她。就像我喜欢。你喜欢什么？这个喜欢这个。啊，你没事把它放到床头，你打开听。那他们俩到底是怎么谈上恋爱的？好像是那个玻璃屋翻新的时候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。但是我能看出来，苏莹对云生是真心的。那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不知道苏莹原来有个前男友，天地降龙集团的老总。咱们做慈善活动的时候，他还捐了几十万呢。天地建工集团。对对对。我还上网查了一下，叫杨正文，不过不重要啊。这个人太烦了，他想把人苏莹追回去，苏莹根本都不搭理他。哎，这个音响，你放到床头，没事听听音乐，缓解一下压力。森师哥，没关系的，我看说明书就行了。哦，那你看说明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有啊。我想约你逛逛，再买点日用品。还买？那个怕你不够用的吗？够用，完全够用了。谢谢伊森师哥。那你早点休息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哎，谢谢伊森师哥。没事，有事随时喊我。喊我啊。哇！师哥，这个病房的病人是昨天新转过来的。王乐乐。师哥，你认识啊？又长长不少，也不让我给你剪。秦静，秦医生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样，找来心外科还习惯吗？习惯习惯。还记得我吗，乐乐？当然记得了，秦医生嘛，于素姐的男朋友，以前和姐姐是同个病房的时候，你经常来找我们玩。我们乐乐最喜欢米素了，以前住院的时候就特别依赖她，出院了还经常嚷着要找米素姐姐玩。一晃这么多年了，我手机里现在还存着他们俩的合照呢。秦医生，姐姐在哪儿呢？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她？你先好好养病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带你去看她。放心吧，目前孩子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。谢谢秦医生，有您在我特别放心。
云生哥，你也在这儿啊？米苏姐姐，你姐以前的一个病友。啊，姐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乐乐，我们以前住同个病房的，还拍了合照呢。姐姐当然记得啦，乐乐。姐姐，你的病好了吗？嗯，姐姐的病已经好了，现在呢是医生，所以啊你也好好吃药，好好的听秦医生的话。姐姐相信啊你也一定会好的。嗯，我会努力的。那我以后是不是天天都可以见到米苏姐姐还有秦医生啊？那当然啦。太好了，有秦医生还有米苏姐姐陪在我身边。太棒了，嗯，妈妈，我真的好开心啊！啊，妈妈也好开心啊！当年米苏跟乐乐是同病房的病友，得的也是一样的病。那个时候，秦医生跟米苏对乐乐都挺照顾的，乐乐呢就特别喜欢米苏姐姐。应该的，乐乐也很可爱的。这些年。乐乐总是在念叨米苏姐姐，我为了鼓励她，我就骗她说米苏姐姐已经痊愈了，所以刚才真是谢谢你啊。没关系。那行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回去照顾乐乐。嗯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云生哥，刚才你别介意啊。没事儿，你也是为了照顾乐乐的情绪嘛。你刚才来是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听说这边转来了一个病人，我一直关注人工心脏这块，就过来看看。哦，正好你也在这儿，主任说让我们一会儿去找他，走吧。好啊。嗯。乐乐手术方案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乐乐的情况呢比较特殊，目前我们首选的方案是上腔静脉右肺动脉的吻合术，不过这个方案在我心里也不是最完美的。我知道你想做到最好，这个方案虽然短期的效果还不错，但是长期疗效确实欠佳。一些患者因为术后心律失常而去世的，哎，是。所以米白刚才跟我聊了一下，他对这个案子有一些建议。你有什么建议啊？我回来之后特意看了乐乐的病历资料，其实像乐乐这种情况的话，除了传统的手术治疗方案之外，还可以采用一项名叫 Coin 的新的修复技术。我整理了一下这个报告，您看一下。乐乐的病属于三尖瓣下移畸形，如果可以采用这项技术的话，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患者的自体组织进行修复，而且还能够减少人工瓣膜置植入的可能性。这项技术呢，能够有效的改善远期预后，我认为这是当下手术方案的首选。医生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行，不过我们还需要再仔细的研究一下。嗯。我看了一下我们最近提交的案子，我觉得甜美那个图书馆的项目最具有挑战性，所以咱们工作室先接下这个案子。甜美，这个案子前期由你主要负责。没问题，师姐。王总，这真是最低价了。对，因为您是老客户嘛，而且我们苏在行业内的名誉，您应该也清楚。不认识。而且我们苏工作室的方案，您应该也清楚。对。那我们就再联系。好。你有没有觉得他最近有点不太一样？陈总，那个提案我已经发你邮箱了。你要是觉得流程没问题的话，咱就可以走合同了。好，没事哥，坐。哎，吃点水果。啊，我不吃了，我还有工作。哎，你最近不对劲啊，都不给我们抢吃的了。而且突然变成了工作狂，都不跟我们两个凑在一起了，什么情况？我吗？这不是咱们工作室刚拿奖吗？我这么努力，是为了对得起这个奖项，是不是？受教了。成熟了。
哎，最近那个爱拼才会又更新了，你看了没？我看了呀，而且他一期视频比一期出的好，他也算养成系博主了。就是这个流量一直不温不火的，起不来啊。现在竞争多强啊，以他那个涨粉程度啊，想要做起来难。而且那个死忠粉鼠奎特最近都不评论了，他每次评论都特别有独到和见解，那可是我追更的一大动力。以前就他对一集吧，哎，我这个八卦的心突然起来了，他不会脱粉了吧？哎，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觉得工作太少了，太闲了，再给你们找点活。那个，我想起来，我好像有个案子还没完事儿哈。你继续打电话。哎，李哥，好久没联系了，您最近怎么样？怎么了，齐哥？那个，我是有一个事儿想麻烦您一下。我看您最近做了一个视频账号，叫"暴走椰子"，是吧？我帮你干。好吧。哎，苏莹。哎，韩姐，来找秦医生啊？对，找他吃饭。快去吧，心情可好了。怎么啦？白医生给他引进了一项新技术，对乐乐这个案子有很大帮助呢。是吗？啊，那挺好的。在二号病房查房呢，你快去吧。行，谢谢韩姐。乐乐，你在看什么书呢？江东写的，他是我最爱的作家。行了，乐乐，再喜欢也不能老捧着看，休息一会儿，跟哥哥姐姐说说话。这几天有按时吃药吗？按时吃的，一粒都不落。那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心悸或者绞痛的感觉啊？没有了。那就好，保持好状态进手术室，就算是跟我并肩作战。姐姐，你恢复的真好，感觉你比以前更加漂亮了。等你好了呀，也一定会越来越漂亮的。姐姐，谢谢你一直鼓励我，我像你一样乐观的。乐乐真棒。姐姐，你之前跟我说，等你康复了，你会穿上最漂亮的婚纱，然后嫁给秦医生。所以你跟秦医生现在结婚了吗？正在商量吧。那就是说我还有机会参加了。当然了。等你好了之后，就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来参加我和秦医生的婚礼了。太好了！这个事情就是由一个乌龙事件变成了一个善意的谎言，为的是让乐乐相信米素成功恢复健康，好让他有信心顺利地进行后面的手术。所以，说完了吗？不生气啊？好生气啊？怕我生气呢，说明你在乎我。但是我们之间要是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还怎么谈恋爱？乐乐马上就要手术了，他的精神状态是第一位。谢谢我的女朋友理解我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持好距离。我放心。那要不要跟我进去认识一下乐乐，然后我们一起成功饭局？好啊，走吧。我感觉我七年级好丑啊。哪里有啊，很可爱好不好？乐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素莹姐姐，我的朋友，她想来看看。素莹姐姐好。你好，乐乐。
乐乐现在的情况特别的好。对，自打见了米素姐姐，这天天心情特别好。她还说呢，想跟你们一块吃个饭，看你们有没有时间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现在就应该多吃饭。我们医院食堂特别好吃，要不去尝一尝？真的好吃啊！那行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拿个药啊。嗯，哎。对了，秦医生，今天请我拍过一张合照，今天能再拍一张吗？可以吗？来拍，思颖姐姐，麻烦你再帮我们拍一张。当然可以，谢谢。来，来，秦医生，你站这么远干嘛？来，站近一点。好，听见没，秦医生，乐乐批评你了，快站近一点。好，再近一点，来，来啊。一二三，茄子，好，你看看满不满意？谢谢，真好看，喜欢就好。那拍完了，去吃饭吧。好啊，走吧，乐乐，来，慢点啊，走。乐乐，你尝尝这个，也特别好吃。谢谢姐。乐乐，你看秦医生给你剥的虾，你多吃点，补充蛋白质啊。谢谢秦医生。不客气。乐乐，姐姐看你经常看一些推理小说，那你会推理吗？会啊。真的啊？要不我给你们推理一下。好啊。其实你俩不是真情侣，对吧？看，我说对了。这事儿其实是这样的，哎，这又没什么，而且现在秦医生的女朋友应该是这位苏颖姐姐，对吧？你是怎么猜出来的？推理啊。那你怎么推出来的呢？首先，你俩刚刚拍照的时候隔得这么远。还有孙杰进来的时候，你回答我什么要求都要看他，这明显心虚了呀。就因为这些你就推出来了？那肯定不是，刚刚落座的时候秦医生抢先一步坐在你前面，不就是为了多看你一眼吗？还有，这碗虾真的是给我的吗？细节里满满的都是爱，这根本就不用推理。乐乐，其实这事没告诉你是怕你知道以后难过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不就是分手吗？很正常。行，那既然这样，正式跟你介绍一下，苏怡是我的女朋友。我推对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俩在一起多久了？吃饭啊。我就有点好奇，姐姐，你喜欢秦医生哪点？秦医生啊，长得帅。那秦医生，这么多转发量，暴走椰子。你看到了吗？我今天涨了好几千粉丝。客气，苏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苏？哦，难怪
苏苏帮我刷脸了。这个米白是米苏的妹妹。是的。她现在在美池。美池医院刚刚公布了人事信息，前不久刚入职的，职位是医疗总监。这已经不是像了，这是一模一样了。他在美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？他主要负责引进一些国外的医疗技术，因为这块业务美池目前还是一片空白。一片空白好，一片空白就说明还需要招商引资。这是下午4点的手术，提前拍好的东西，然后你呢要去预约一下下午的手术。你好，请问是米医生吗？你好，可以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吗？啊，你先去准备吧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天地建工的杨正文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杨先生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呢最近想打算看一下医疗器材这方面的投资，打听了一下你们医院，听说您是这方面的人才，所以想向您咨询一下。美池的确是需要一些外来的资金，不过这不是我的业务负责范畴。啊，这样。这样吧，我帮你联系一下医院的负责人。那太好了，那就麻烦您了。嗯。还有什么可以帮你吗？没了，我等你好消息。那我先去忙。太香了。小白，刚才那人你别搭理他，那不是什么好人。为什么？那就是我跟你提的杨正文，苏莹的前男友。难怪刚才听他介绍的时候觉得这么耳熟，他怎么啦？你别看这人一本正经的，一肚子坏水。他之前想把苏莹追回来，没得手就老使坏，还非要强买玻璃屋呢。啊？哎，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？哦，他说要跟医院有什么合作。合作？嗯。他一搞建筑建材的，跟咱们能有什么合作呀？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啊，一会儿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风来感慨，说你靠近推开。